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去教。这篇文章来自于美国左派媒体，但它很奇怪。这个奇怪的概念呢，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概念类似。他认为呢，疫情将会消失。而疫情的消失的概念不是没有了，疫情的消失的概念就像感冒、流感跟人们存在的理由是一样，所以人们没有什么伴随它。而是说，人们有着相应的方式去面对这一切。那他这篇文章说宣布，美国的疫情到头了。那我们还是在濒死经验、濒死那个 channel 上跟大家分享。